因为我们都要留给对方哦谅解的余地，所以有时候你讲到对方要谅解你都没办法的时候就很麻烦了。那你有说两岸关系不要讲得太清楚，你觉得赖清德是讲得很清楚吗？是，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叫什么华人文化圈里面的哦，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文化叫面子，所以那个互相认识、互相了解、互相尊重、互相合作，为什么最后加一个互相谅解呢？因为我们都要留给对方哦谅解的余地，所以有时候你讲到对方要谅解你都没办法的时候就很麻烦了。